咁咧就今日係呢個原形不露，係啊，原形不露換嘅 TV 啊。咁今日咧，我哋演示原形不露咧，就係啊，隔離我哋 Vincent 媽嘅一個新作啦，啊，圓空啊。咁咧就都係第一次拍片去講嘅，應該冇記錯啊。係啊，應該係啦。咁因為觀眾睇過啦，啊 ，Vincent 自己做嗰啲短嘅 movie 都睇過啦，網上面。但係咧，今次我哋可以咧實地地揾阿 Vincent 介紹，而且可以咧又 close up 睇翻隻嘢點。其實我就直接了當啦，其實你隻設計咧，不如少少講翻你成個設計概念先，因為好多人誤會整係西遊記。OK， 係啊。其實係一個全新嘅故仔啦，講一隻圓空一個角色係受到一個使命，就穿越時空翻去以前嘅地球。其實所謂回到以前的地球已經是未來的地球，是已經是個故事是整個地球是沒有太陽，太陽只剩下 20%、人類就在地下生活，所以妖魔全部都在地面，走回出地面，那他怎樣去，其實妖魔就是他12個時辰其中的，因為時辰裡面有分早上和晚上，夜晚通常都是陰性一些，那陰性那些神，那些神獸就離開了個宇宙，走入地球，即係做了土皇帝，將啲地球人拱咗落去地底生活。咁成個地球變咗魔性，因為冇咗陽光啦。咁佢點樣可以將魔性嗰班咁嘅神獸？因為就係因為神獸分開咗，成個宇宙平衡唔到。因為時辰係講緊係日頭同夜晚。咁如果走咗啲魔性嘅夜晚嘅時候，變咗成個宇宙唔平衡。咁佢點樣去揾翻一啲十二個時辰裏邊其中一啲夜神獸咯？叫佢點樣去引導翻去正道？哦，即係組織唔係打交，其實點樣引導翻去正道，而令到十二個時辰走埋一體，咁再運行個陽光就會個太陽就會燃燒翻。即係你話陰性陽，即係會有六個陰六個陽咁咧？應該係六個陰六個陽，但係中同間中間咧，其實有啲陰嘅都係好嘅。有啲陽嘅都有衰嘅，所以其實角色分佈咧，其實係我而家喺度寫設定緊一啲唔同嘅，因為每一個時辰代表每一個年份嘅十二生肖咁樣，咁變咗就我成個故事嘅角色都係以十二生肖變成一啲superhero 咁樣去寫。咁圓通算係陽性嘅，陽性嘅，佢係都中咁樣啦，都中嘅係俾當時嘅一個星球嘅。因為他知道那個皇帝預言到地球將會有這一天，那變成他就委派了一早已經把人類定性人類這個地球是先派了一些圓的下去這個地球裡面生活，所以為什麼地球開始的時候是圓人呢，就因為他定性圓是 他一個使命要在地球裡面生活，就是因為他生活到一個時間去對付一些神獸，所以其實是一個講緊一個時空交錯的一個故仔，咁人類就慢慢一路開始成長。其實我寫個故仔裏邊，成個地球已經係醖釀咗入邊有啲人本身係人樣，但係佢個身份可能係牛族嘅，有啲係雞族嘅，有啲咩族嘅。其實係即係好多人話外星人嚟到香港，其實你見到一個人類可能一個總統係就外星人，但佢表現到一個人樣，佢內心其實另一隻嘢嚟噶嘛。成日都有啲傳説話希拉里係外星人啊嘛。咁變咗其實某程度上喺個地球裏邊一啲華島市嗰啲嘅有幾個大企業咧，其實就係奸嘅角色嚟。咁影響到個地球，咁變咗就，所以佢係委派佢係人類嘅開始，一路潛伏咗喺地球，其實係保護緊地球。即係創意空間都很大嘅，即係其實呢個係其中原作的一個圓空，即係可以，如果係可以發展落去，然後創作可以多個馬騮嘅角色嘅。佢有其他唔同馬騮角色，佢係一個助手嚟嘅。咁可能其實我入邊故仔咧，狗其中係一個嘅狗嘅神獸喺個卡路裏邊。咁佢喺地球裏邊一路去做緊呢啲事嘅時候，即係所謂做緊啲事，佢要揾翻一啲犯罪。即係有咗邪念嘅神獸嘅時候，中間亦都好遇翻啲唔同十二神獸嘅一啲朋友，即係見面嘅時候可能係你，但係佢真正步伐變樣嘅時候係可能變咗只豬咁咯。OK， 咁想問下咧，而家其實你下一個
啲一系列下一隻產品會係，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會係咩預告下嘅啫？其實應該我今次比較特別嘅設計咧，就係話一隻 figure 係圓通佢對落嘅一個情景係一隻牛，係、一個牛神族嘅一個神獸。咁呢個其中就係一個奸嘅角色。咁牛神獸究竟佢喺地球屬於一個咩咧？佢係屬於一個軍事企業嘅一個總裁，個總裁嚟嘅。咁佢嚟到圓空，點解嚟到地球就係要慢慢去揾到呢個神獸個企業，原來背後係一個牛族，去影響成件事，佢就要去點樣去，無論打佢又好，或者引導佢都好，都係經過一場戰爭。所以下一隻嚟緊咧，就應該係呢只牛嘅神獸。咁但係而家地台見到好似一個牛頭一部分嘅牛啦。咁就到時唔係咁大隻㗎嘛，因為到時唔會大隻，個造型嚟嘅。但係會比普通 figure 12寸高少少，少少壯大啲，壯大啲咯。咁其實我想每一個設定嘅圖咧，都係有個面具嘅，即係譬如圓通，你會見到佢零零四四都會獨立嘅一個面具，咁樣喺呢度㗎啦。咁但係咧，我每一個設計咧，都希望有一個。佢牛頭都係一個面具。其實點解會咁樣諗法呢？其實我諗法咧就係話，雖然個故仔係講緊係 Times War 係一個時間，但係其實咧某程度上咧，你記得中國呢個圓明園係有12銅首，12銅首每一個都係一個銅像嚟㗎嘛。其實每一個銅像咧，其實代表咗每一隻神獸，每一個都係圍繞一個時間性咁樣，咁變咗咧就係、是。佢喺圓明園裏邊咧，消失咗一啲被火災啊，有啲外國嘅人攞走咗個銅手嘅。其實每一個銅手其實代表咗一個能量嘅。咁故事裏邊慢慢會講到點解要去揾翻啲12神獸，就話當其時圓明園火災，好多外國、英國啊、其他地方啊，咁將啲神獸、將啲神銅像收埋咗。咦？咁個故事嗰個創作嘅空間都好大嘅喎，由時空啦，由中國傳統12時辰啦，又好似係一個神界啊、人界之爭啦，又同動物又連上關係喎。咁我記得而家咧，即係贊同陳烈，即係我見而家呢個地台咧，除咗係有啲雕刻係之外咧，其實你見到啲。牛嘅毛，嗰啲唔係牛毛啦，叫毛啦。嗰啲毛即係話到時只牛都有啲毛嘅。會有，因為我覺得我唔想即係好多人做呢啲情景都係會挑曬出嚟啊咁樣。我想佢有一種生命嘅感覺，即係毛嘅感覺。因為到其時將來嗰只原生嘅牛神獸咧，佢都係會係有毛嘅。咁嗰個感覺就會好配合翻我第一代嘅元康咁啦。咁譬如可能出牛嘅時候咧。佢踩住地台係另一隻神獸，即係我想好似一個電視片集咁，你睇咗第一集或者睇完呢個 series one 預告嚟，你知道係呢個係預告，下一隻嘅時候又有一個叫預告，即係等佢儲嘅人咧，佢會覺得佢係有一個關聯。我見咧依只圓通咧，而家好似好多武器啦，有好似孭住把劍，揸住把槍，跟住又左手又拎住支好。不知是什麼，你一棍定係咁？其實有很多武器，我記得好似原本嘅設定個台，好似仲有幾把劍個。係啊，原先其實咧呢支棒咧，其實某程度設計咧，佢唔係淨止一支棒嘅，其實裏邊咧係會有一支劍咧，係俾佢揸住嘅，係咁係協助佢喺戰鬥時嘅一啲武器啦，即近身武器。咁啊，係咪可以插落個台度㗎？我見你原本個設定好似見你。劍咧，其實咧，我哋分布咧，其實咧就已經原設計咧，就希望可以插到喺個台嘅呢個位置啦。其中咧，變咗支棍又得。你如果拆散咗呢支棍出嚟嘅時候咧，仲有多支劍嘅。本身咧，佢仲有多支劍嘅。哦，因為好多客人都問咧，好多收藏家都問，喂，啲劍掹唔掹得出嚟？因為初初我哋見喺擺咗，以為一支棒咁咯。係啦，擺咗喺 display 就咦咁多嘅，咁但係其實都有位。咁呢一個咧，其實咧都會有一個位咧。可以吉落去嘅，係插翻呢個位嘅。咁你哦，我扶扶先。哇！金剛棒可以分開。係。好多人就覺得呢個係，所以係大家就覺得仍然係有啲孫悟空嘅影子，因為有支棒。當你拆散咗嘅時候咧，基本上佢就唔會有支棒。就插曬喺度。就變咗好似有呢度有把劍。係。
劍啦，咁呢度本身又有一把劍啦，同埋呢支槍咯，同埋你見到呢支槍咧，我哋都唔想佢就咁係啤出嚟咁咯，都會分到件啊，譬如有一個彈夾啊，雖然唔係一啲咩新鮮嘅做法，但係只不過就話去到呢個情形咧，即係我希望盡量將佢活化咗佢哋武器咯，譬如呢度可以騰到出嚟，呢度就可以放到。我哋預備咗一啲子彈俾佢咯。哇，係嚇！咁呢個仲有一個神秘嘅裝，真係要睇片先睇到咧。機關咧就係話佢呢度內藏咗一個磁石嘅，咁咧我哋就可以放喺大髀側邊嘅時候。咦？哇！以似某科幻電影嗰啲產品咯。咁樣變咗我哋啲細公司做大電影嘅做法咁。咁情況咯，同埋今次特別就係每一隻手型咧。每一隻左手右手都分別有三款嘅唔同手型係放一啲唔同嘅配件。係嗱，我反一反隻手，咦啊，因為背面有毛，裏邊咧原來咧有啲手紋嘅。係啲手紋喺故事裏邊咧，其實佢係可以控制咗一粒時光石嘅。即係見到扭紋嘅意思咧，其實佢係可以轉到一個時空嘅一啲嘢。即係 detail 位咧，有時喺鋪頭睇到板咧都未必睇到，因為有時你拆唔開啦，攝石位呢啲你唔可以掹嚟掹去啦。嗱咁啊，啲劍啦，同埋嗰支槍嗰啲可以退膛啦，可以有彈夾啦，嗰啲。同埋我哋今次用呢個面嘅物料咧，都係用啲日本嗰啲做手板嘅塑膠物料，有通透感，肉色嘅。咁噴起油上嚟咧，打起燈上嚟咧，佢你見到有皮膚嘅通透感，佢見到鼻窿裏邊有個影，就係因為呢只物料係有少少通透感嘅情況。咁對於一啲攝影嘅嚟講咧，佢打燈落去影呢個面嘅時候咧，佢就有肉嘅感覺咯，就唔同普通我哋啤咗個膠喺面上佢噴咗就遮咗嗰種通透感。係，仲有我見到呢前面嗰件皮夾咧，好似係用係咪用真皮做？係啊，呢今次特別係用全真皮做咯，因為全真皮有個好處就佢可以歷久常新，只要你加翻啲皮油啊打磨翻佢啊，咁就唔會有話兩年就會有爆皮啊、溶啊嗰種感覺咯。咁啊，又黐曬毛啦，即係植曬毛啦，馬騮啊。咁同埋呢個地台都唔係一體成型嘅，呢個其實每一個都係用手板嘅做法咯，全人手噴色，同埋呢啲係拆曬件嘅。你見到呢啲位咧，其實到時包咗，因為驚佢會撞爛，咁變咗咧，我哋都加咗超瓷喺呢度咧。咁樣咧，到時你組裝咧都會好方便。啊，咦係喎。同埋今次特別咧，就加咗呢個鐵臂嘅一個做法咯。佢有乜好處咧？其實我以前都唔知呢個好處。今次做法咧，就係佢可以咧，譬如話，如果我中意影相，影啲特別啲嘅姿勢咧，譬如我要去凌空，做一啲好似飛起嘅動作。就唔係圓空啦，係凌空。係凌空啦，變咗。即係有啲係打鬥嘅動作咧，變咗佢就可以有啲係喎。你轉起上嚟個感覺咧，就有啲天馬行空飛翔嘅感覺。咁呢個 stand 都不嬲係，我覺得係幾好用嘅，即係喺造型上啊，係啊。我相信好多，其實好多 figure 都有用呢個 stand 嘅。不過今次我以前比較少用，今次用咗咧，我感覺咧啊，又原來影起相上嚟又幾好玩嘅喎。即係有佢用價值嘅嚇。咁成個產品咧就即係啲部件喺曬度㗎，除咗啲手未 show 曬出嚟之外，劍啊、武器啊、面罩啊、槍啊、地台啊，仲有一啲可以睇到嘅。就係一把劍咯，仲有劍，可唔可以攞埋嚟啦？近距離影啦，官圖都未必有咁清楚啦。呢把劍又就係呢把劍咧，原身咧就呢個位咧就可以拆得嘅。不過我拆咗出嚟點用咧？我又唔可以變咗把劍，就再做多一把劍就係咁。呢把火劍咧就係話一啲火煉嘅金屬咯，佢除咗呢把。佢圓空嘅思維咧，呢個火嘅金屬咧就變唔同形態嘅劍鋒嘅，可能刀啊，可能變做叉啊，可能變做，因為係遠睇金屬嘅故事裏邊，所以佢就可以做到不同形狀。今次我就做咗一個火嘅形狀。哇！即係 total 加埋都有 1、2、3三把劍喎，起碼係啦，三把劍，一把槍，一
一碌棍啦，呢碌棍就可以變加埋挖劍又變翻槍啦。咁另外就手嘅造型啦，手嘅造型都有唔同喎。呢個手嘅造型咧係好似啊鋼鐵俠咁嘅造型喎，手粗。係呢隻手咧，其實咧設計咧，佢入邊咧即係故事裏邊咧睇到係有四個掣嘅，可以穿越唔同時間咯。Y 就代表 E 啊 ，M 代表 Month 啊，咁樣咯。呢個都係唔同嘅手型設計咯。一個專係揸槍，一個揸刀，一個揸棒嘅。哇！呢啲細節位你唔講真係冇人知喎。係啊，即係有咩印的？有英文字母喺呢度。係印咗喺度嘅，有個 Y 字啊，代表年份啦。係啊，有個 M 字啦。係咁啊 ，H 代表 hour 啦。S 代表 second 咁咯。係。哦，咦，咁樣。嗱，咁咧，今次咧，我哋都好多謝阿 Vincent 咧，都好仔細咁介紹曬成個嗰個產品，因為平常咧，你睇到甚物好觀塘好，其實冇可以咁仔細拆開啲嘢嚟玩啊，或者係即係睇得咁清楚，甚至有埋即係嚇專人講解翻成個產品嘅獨特性啊。咁希望咧都令大家更加清楚呢次咁啲原形畢露咧，真係原形畢露啦，圓空個圓啊，圓空個圓啊，圓形畢露，可能今次個名字要打係圓字個圓。咁咧就多謝曬 Vincent 咧，可以同我哋分享翻佢最新嘅作品。OK， 多謝曬。好 ，OK， 多謝你。OK， 拜拜。